刚刚说有村干事就有村长，我们掌声欢迎一下村长。坐下，他就坐。这首歌叫《堆积》，不晓得现场的朋友有没有听过？他是一个男歌手，叫林琼龙，是马来西亚的。他有来过铁花呢。是啊。对啊，我来推算啊，七十五年出的，1986年，对，还没有出生的请举手。真的只有你一个啊？真的吗？哦。怎么可能？这边的人都这么的年轻，也不错。大哥，我们应该举手。哇哦，这是应该放下，可以第一次听到这一首歌。我只想要再次
在说还很多了。一个事情不懂的事，啊，这首歌是不懂的事，他是从那个团体去了，知己二重唱，考试考我，啊，没有，我也考大家，知己二重唱，民国77年，这样讲哦，这他是六个人一起出，有扭大哥啊，知己啊，啊，其实那时候出来。后来出来，里面出来了一个超级